家害害你俺胡家好不轻啊！胡家将330单三口，被害了330单一命啊！跑出去，我的个二叔胡寿星。跑出去俺立个爹爹胡延寿龙，到如今老爹爹背过地带走了一趟，俺父子事到了如今没有错啊。俺老胖子，你只说胡家绝了后，怎知道来了你的爷爷胡生生啊？这番倒在相国寺，相国寺里走一程，若要是见着狗和尚，到那时打死和尚把命扔，打死和尚丧了命，然后来捉拿着胖妹狗奸佞啊！若要是拿着老剑当，生吃你的人肉不嫌腥，恨不能把你的皮扒蒙，成你的筋拧成绳，剩下的骨头没啥用，把你蹦到外跑路，把你蹦到外国地，咱中国不要你这狗奸佞啊！不怨我言轻把你来恨，害了胡家好苦情。胡延庆撒开俩腿往前走，二弟兄在这后边紧跟住，有心叫他慢点走，观众们啥时候能唱这闹钟？正行走来好快，想不死不远面前迎，胡延庆盘住一夜，再看看浑身上下没有崩刮之处，八神一纵刚要上擂，哎呦一想，这不能不能，实在的不能请我偷两次把分来上啊！
我的眼睛，胡家的根横，我要是要把这个擂台上，还不怕擂台下再有旁文老儿的兵，说要是有他的人骨马，还不怕燕青打擂我打不成，叭叭叭来将不去，我的人群当中看看动静啊。说胡延庆人群往上看，就听得那本乡有了喊声啊，就听有人高声喊，高一言来低一声，口声声就把这个和尚骂，骂了和尚不子硬，小姑娘动身就把这个擂台上，胡延庆人群里开分，你还胡延庆人群当中观看表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姑娘来在擂台上，头戴马冠，身穿中孝，手指擂台是破口大骂。哪位敢说这姑娘她为啥骂和尚哎？对了，同志们，这姑娘名叫卢凤英，她爹是天官，名叫卢景龙。他有个同袍哥哥名叫卢振芳，昨天登台打擂被和尚给离劈了，现在后花园还听着令呢。小姑娘背着爹娘不知道来在擂台上要为他死去的哥哥冤冤相报。就这样，小姑娘没有怠慢，来到擂台，手指后台破口大骂，一声说到：“土里和尚，你家奶奶我来了，你给我出来打擂呀！”好位姑娘卢凤英啊，擂台上六眉倒皱，杏眼圆睁啊，手指着后擂台破口大骂，出来你是真君子，不出来你是三岁小儿童啊。小姑娘擂台上正然骂，就听得后台上有了动静，龙脸一条难仔细看。说姑娘卢凤英擂台上边正在破口骂镖军，在这个后擂台有一个门帘，这个门帘一掀，大里边啊出来一个光头的和尚，年纪在二十多岁。只关键这个和尚啊，这个脑瓜皮是新剃的脑瓜，脑瓜皮锃明瓦亮，脸像瓦灰，一脸横肉，那个粗眉毛，那眉毛跟那刺回的硬刺一样往外直插着，金鱼眼往外鼓，一使劲儿两个眼珠都能蹦出来，撑通鼻子和马嘴，大嘴上叠了那个嘴角，那个嘴往后咧往后咧，使得老劲往后咧，要不然俩跟台的憋着这嘟都是一圈嘴啊。但说这和尚没有怠慢，一挑这个门帘，弥陀佛啊，佛啊，呀哈！这和尚一跳脸，他认为呀，刚才喊的是女人声音，这到底是男的是女的，我得看看。理论白天都是男的没女的，他一跳花门帘往外看，呀呀哈！干啥？台上站了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只见这姑娘头戴马冠，身穿中孝。常言说好啊，为人要想巧，都穿一身小。再看这小妮长得漂亮，长得呢头发黑，黑似铁，脸皮白，白似雪，嘴唇红，红似血，
谁家的小女儿长真的呀？干了，这大和尚本来说这在相国寺里边天天出家没见过女人，一看见个漂亮大姑娘，干啥呀？起了邪心了。看见这小女儿长多好啊！啊，大大的眼儿，弯弯的眉儿，疙瘩瘩的鼻子，红嘴唇，你不看她，她也不看人，你要一看她，她要一翻眼皮儿，嘿，真能引叫人爱会儿。细细的小腰，刚刚的顶唇，放个屁，闻的都那麝香味儿。嗯，这小女儿真漂亮啊！我在这里用么整，我上下打量那个女儿花容，我见过小女儿有多少，都没有这个小女儿长得干净。又白又平整，杨柳腰又活动，一走三晃就不冷，叫谁看见谁相拥。王大人光要那那给他往前走，光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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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要是能给他人拉拉手，不穿着棉袄我能过冬，我要是能给他把天地拜，不长着翅膀我能飞上空，我要是能给他的成了亲哥爱亲娘爱祖奶奶，从今后我留起头发再不当僧啊，不当和尚了。我这越思越想，我心里越高兴，还不知道这哪里痒痒都哪里疼了，胳膊痒痒，挠大腿，后脊梁痒痒都挠足疼，越是越想心高兴，不由得浑身哆嗦，我都不发命。这女儿，小姑娘一听，柳眉皱，呸！来来来，给恁奶奶。我这要把手动，和尚上前把话明啊，开口来我就把这小女儿叫，再叫小女儿你要听，往日大瑞是男子汉，今日里来了这女花容啊，未曾给你把手动，俺家我未动手我的心里疼啊，叫我看咱两个人别把手动，手你也使不中啊，叫我看下去吧下去吧，咱来下这擂台棚，下这擂台不要紧，咱两个到下边慢慢弄。